我们现在去干嘛？我们现在去买好吃的，吃火锅。买好吃的，你应该说一下现在的温度。现在是零下吧，还是零度或者？哪止啊，起码零下两三度吧。但是不能阻挡我们吃火锅的。而且我们还是走路过去哦。为吃而生，哈。走半个小时还是40分钟，差不多，可以了哈。对，没有问题。不错的。加一，我连大学都没背。牛。当时考加一的时候，选择题不是选词吗？五个词，很多我都一个不认识。然后你就这样猜都猜对了。对啊，我看词根跟词缀。牛了。牛了吧？先去买你的脚皮吗？对。这里有一次性的碗和叉子吗？碗盘子，一次性盘子和叉子可以、这个方便面为什么要放冰箱啊？哪个方便面？这个。这个吗？因为它里面是我买过一次不好吃的。是里面也是这种湿的，是吧？今天晚上可以睡我家啊？不，真的没有啊？品格思潮敏感，上面一个，应该两个同时要开，厉害哦！来拿吧。怎么没人啊？本来就没有人。那还有东西吗？你能拍一下我吗？哇，火锅，我们打码再拿走吧。来，你稍等我一下，我收一下。好，我拿锅，你拿那个。我来拿。不要，一人一个嘛。必须要特写一下这个牛逼的刀工。没有，我这刀工不行，有的人刀工好。平哥去下肉。OK， 等一下，我先拍一下这个刀工吧。我们 CAE 第一大神。我操，这个小刀，我操，真的是厉害的了。是不是专业的？你知道吗？就很厉害。可以。把串油给我剩的拿过来。那个是芝麻油，那是芝麻酱。